我们要抵挡敌人增援。
开逃吧！敢伤我杜爷，我与你拼了！这世上一个真心待我的人都没有，除了杜爷。现在你们竟敢伤他至此！主人听令，将杜爷抬入阵眼之中。我今日要用青龙鞋底送他们上路。你们竟拿无辜人的性命来练功，罪不容赦。今日你夫妻二人便同生共死，为无辜者偿命吧。Thank you.
救，此恩此德，没齿难忘。麦兔和夫人死了，快跑啊！哼，谁敢再退一步，杀无赦！追上去！诸位少侠小心，不知萧四五在里面有什么下落。Thank you.
谁在外面扰我练兵？放心，学生这就处理完这些杂碎。为父这种东西就给萧四无去练了，天魔七剑才是世上最强的武功，已经有七把剑，而我只练出了六把。为何你们要苦苦相逼阻我练剑？就拿你们祭剑吧。
我？徐海一别，你的身手真是毫无长进。我到底去了哪里？原来龟缩在此闭关修炼。一世大悲赋便可使得天地变色，而我已练成了三世。明月心定是不知道这大悲赋是真是假，才交给你练，拿你当做试验。说得好，本座能当明月心的试验品，真是三生有幸。你们能死于大悲赋，亦是三生有幸呢。先灭八荒，再杀叶开，完美。做梦！今天本公子心情好，放你们一马。待本公子攻城之日，便是你等死期。此番诸君重创青龙会，实乃江湖一大壮举，李某钦佩。